我是默默，一名灾后难的也门留学生，深厚的故乡文化底蕴，独特的风土人情，猪肉石头，游人的香菜美食，都是我爱上这里的理由。跟着打卡多彩湖南，感受相当精彩。早就听说湖南浏阳小河乡的村民们都身怀绝技，除了耕种，在修仙之余，他们还会拿起画笔描绘山水美景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看看能不能再次拜师学艺，体验一下。Hello， 你好，师傅，您这个画的挺漂亮的，过场了。哇，我就想跟您学。可以啊，你能帮我学教一下吗？可以啊。提案，他提的时候是，首先是轻一点的，是吧？哦。提案。哦。嗯，他是很，首先上笔的时候是轻的，是按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在这里学画画的，基本上都是拿起笔就可以画画，放下笔可以务农。现在我们这些不能出去打工的，就在家的门口就业，他可以每个月可以赚几千块钱给家里唱书啊。就是我们这的话，早几年就已经出口到了新加坡啊，那那里是还有好多地方。我看你们画的也是跟外面我看的一些书有点像，就是你们把自然，从你们的想象力放到画里面了。对，书法跟国画是一体的。就是说我下一步除了这个画技术提升之外，还要练习我们的汉字。将来我肯定还会再来跟你一起学。好的，谢谢，欢迎你来。